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全。然后今天，开我以前一个很好的一起玩天堂的朋友的爱的角色，他叫粉红色小内裤，这个应该大家都认识他啦。对，他退坑了，那我开他，他现在在别的，他移民了。哦，现在因为他们刚好有城堡，那我带大家是妖堡，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妖堡的内部，然后顺便看一下，就练一下功啊，看一下妖堡的内部到底是怎样。地图的话，所以地图就这样了。据说中间这边有王，不知道真的假的，但飞得到吗？咱看卖啊，妖堡无像迄个顶界咱开的迄个叫啥？顶改安开的迄个叫做肯特，肯特它有四个地间，总共四楼，它是地间，然后四楼，这个就只有污浊祝福之地，妖堡就只有一个地方，就这里，所以找应该没有其他地方啦，因为我也是先进来探险的，开来探险，让大家知道说上次开了肯特嘛，肯特有地间总共有四层。对，然后现在是开妖堡，未来还有封墓的话，我再来开看看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封墓的，是全哥的观众愿意借我开的，做影片给大家看一下封墓地间是长怎样啊？封墓有城堡的地间是长怎样？那我们先看了一下，其实说实在的，这边怪蛮闪的，不好练功呢。妖堡算吗？不好练功。整体而言来讲的话，我是感觉肯特看起来较好，因为怪足济啊，足好人诶。迄对圣客长类啦，或者是装备等级还不错的，在肯特应该是蛮好练的。对啊，他这只因为退坑了，所以他有一些装备都点掉了，所以房只有撑到 135, 他等级85级。对啊。我看一下他，因为他设定的内件跟我有点不一样，我不知道他现在拿什么。他拿日本。哦，基本上他的装备其实饰品不 OK 啦，因为他之前都有点爆了。那大致上有一些一般的杂装是有过山的，对哦，这个蛮 OK 的，这个蛮 O 的，这个十字手套加7哦，这个应该很多人想要，还祝福的，还有这个不错，力踢加7。好啦，我们就到处飞一下哦，介绍一下妖堡内部是到底是怎么样？对，这应该是妖堡吧？对啊，妖堡，我们来看一下它城堡。城堡这个妖堡队，哦，会听呢，82级，红135直接拍会听，听噶，爱哥可以吸血鬼。其实他这一支账号，他本人当初玩这一支账号的时候还蛮 O 的，有抽到用小小成本去花啦，啊，有抽到这一支黄金时期，后期有合到还是抽到，我有点忘记了。吸血鬼娃娃，哇，精灵王哎！但是以82级这样的防、这样的物防跟魔防是不 OK 的。你看这个地区是哦，这个地区就一些精灵王，其实嘛，袂歹练功啦，因为安尼看起来怪嘛算介济啦，无讲介少，只是说他地间时间6小时嘛，主要就是进来打一些 buff 的东西啊，像龙珠啊之类的。哦，有点痛。好，我们到处再逛一下。真的会掉？有人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地间，在这个城堡的地间打过红布吼，不知道啦，这个不知道，还没有人，你搞不好等一下就打到了，还没有人证实说有打到红布，不知道啦，应该是有人打到啦，只是不知道而已。
啊，今仔拜六，拜六，我暂时无法度开台啦，所以我就先做影片啊，家己自言自语做影片，甲恁开讲，然后闲聊啊，也嘛唔知要讲啥，啊，最主要是来这个地图，好大家看一下。就蛮应该是分一二三四四大区块。我刚看的是精灵网的区块，精灵网是在左下这一块，对，左下这一块。那我们来看看还有哪几，还有三块嘛，看是哪一些怪飞不走。哦，我们飞到了左上这里，左上这边都是森林、树林。龙球啊，应该是狼人之类的吧？我来想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哦，不是，妖魔。啊，这个我们刚来过了，所以我们先剩右手边这两块。哦，我们飞看看吧。还在左半边。对呀。我不知道我下礼拜可不可以开一天台，再协调看看，跟我家人协调看看。主要也是因为我开台讲话太大声了，那一开都两个小时多啊，那确实真的有影响到家人。对，那全哥其实蛮喜欢跟你们有互动的，但就只能以这种方式吧。对啊，啊，我活动还是持续有在走啊，哎呀，要升级啊嘞，98.4，我2500订阅的活动还是有在走，那还是到了2500订阅，我还是会抽给观众一单4000钻。那如果还没有订阅全哥的，也可以做个订阅。那想要知道，想要跟我做朋友的，可以扫进去这个左下角带出群，对，有需要带出也可以进入这个群组。然后想要我也在群组里面啊，我都会在里面 po 一些跟观众有互动啊，或者是 po 一些影片。对，我们只剩下右下角这一块没来到嘛，啊，来看麦啊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死棋真的蛮帅的，帅到有帅到，够吸血鬼。以后搞不好有空就开他的来练一练吧，因为这个账号太熟悉了啦。天堂恩已经一周年了，我就跟他认识也快一周年，就开服就认识了。啊，他算退坑了，退坑了。有上次有来我开台的时候，一定该有来啦。我甲问讲啊，够有要倒来胜吗？伊讲伊即马生活过了就好了。我全部剩，所以账号暂时就先丢着这样子。对啊 ，OK， 飞不到那边呢，所以我只想知道右下角那边的怪到底长怎样。哦，快到了这里，好，我们走下去，应该都大同小异啊，可是妖魔吧？哎，不是呢，污浊人类，哦，有点痛。哇，这个好像原始人哦！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污浊人类。好，这是右下角的怪啦，算是一个村庄部落。好啦，以上其实应该也不错练啦，因为怪也蛮多的。哦，你看过眼怪也蛮多的，好吧，太多了。那如果说觉得全哥介绍这个地间还不错的话，在我们的影片下方帮我按个喜欢，然后还没有订阅全哥的人帮我按个订阅。那今天影片的介绍就到这边啦，如果说还有需要介绍什么的呢，都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做个留言。那还没有加入我群组的也可以扫进去 QR code。 那今天就到这边咯，谢谢各位八重装。算了，他没有在玩了。只是哇，这两个刻印的，这两个很猛哎，用在我身上不知道该有多好。好啦，那今天礼拜六后，
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休二日，谢谢各位啦，祝大家顺心哦，拜拜，拜拜。